两条开始。然后把紫色的线放上来，把这两条绿色的线别进去。这里线太乱，我先拨到一边，这几条现在用不到。编的时候要把线拉紧一点哈，然后换到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留三条线，把紫色的线编到外面去。我现在把线分得很清晰，大家可以一目了然。然后这边上两条线先不用管，放到一边，拿这条绿线放上来，这样绕线。外面准备下雨了，所以的话天有点暗了。这条绕完以后，我们来换右边的。右边同样，这边上两条线先不用管，放到一边去。拿这条线放上来作为绕线。给它整理一下，再从左边开始，紫色的线先不要，放到一边，把绿色的线放上来，编到中间。然后再换右边的，右边同样的，这边上的紫线先不用管，把绿色的线同样的方法编到中间来。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
后再把紫色的线绑到左边的中间就可以了。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吧，左边的紫线画一歪，剩下的几条线全部作为轴线。用到的都是反曲剪辑的方法。右边的这样我们第二个爱心也摆好了。